啊，你哎，哎，一百块下来，一百好，一百，一百，你睇下我平价啦，够平价啦，够一百下来一百块，金龙啥？一百下来，你要什么啊？够一百块，一百，等下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。不可能。那凤梨应该是。报下来。都是。这个报下来都来哦。啊啊啊！多少？你这边一百六。好。一百。一百。吼吼吼吼吼！一百。这只叫又好玩，这只叫什么鱼啊？这又钓上个，这只叫什么鱼啊？真。我今年钓唔到，钓唔到，阮爸来金皮，啊又钓上，钓唔到，阮哥叫阮爸来金池，啊呐又钓上个，又钓你啊，无人会钓，明天好好又唔钓去，叫阮爸来金池去，哎，珍珠石斑钓，又钓啊，即尾先上你，即尾先上你，珍珠石斑啊，珍珠石斑，钓上去啊，上去打针，好用吹，好用烘的好，一人三尾，一人三只，一人三只。哈，哎，你一人三只，你话啊，你莫看细条崩细条，今只要抬起来八十，你去上班啊，珍珠石斑，只要八十间，我好去三位卖两百，现在我招三个人去，进两三四五人，六个人去啦，卖用开偌济，免三百二啊五，两百五免啊，百五了，三位百五了，一百了，太快啦，一百五来啦，我唔好食啦，一百五啦，三位珍珠石斑现在一百了啦。三位九班九百块，三位九班九百块，三位九班九百块，三只九班九百，三只九班九百，一百一个，一百两个，一百块无人买啊！九班不要钱哦，那我走啊，我。头前来，头前来。你不能问对呀。多钱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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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今天叫珍珠石斑钓虾，你袂得骗你啦哦！你钓水无水，你甲看卖无？去摕来价钱，我搁问一解。你一尾、两尾、即三尾，共款来一百块、一百块了，一百了，来拼一个。我这一尾来、两尾来、即三尾，共款搁一百、一百块、一百块，石斑钓虾一百块、一百块、一百，珍珠石斑一百块，一百块有无？一百块有无？好啦，我今日去买个，贵个，哎呀，伊个钱都贵。讲你还阁唔会买遐尼高啊？多谢，多谢，就是你哩细细念，我讲要听到声头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安尼啦，气到要死命啊！你鲑鱼无空的，无肚空的哈，你鲑鱼无肚空的，鲑鱼若无钱后肉就翻白啊，鲑鱼肉无若无钱肉就翻白啦。你来看卖这肉，记记这毋是家己色的啊，这毋是家己这肉食。两撮的我无得卖，我嘛卖。难道你现在是躺在床上？哎呀，鲑鱼上来的，我想要吃那鲑鱼啊！看来我好一条的，一条，一条你我好来用脚切的，脚崩的啦，一条崩起来上盖无爱两百啦，一条卖两百，两条卖四百，我全部都空的，够我贵啦，都在底下头一包上贵啦哦！啊，吃鸡咩？我好一条两百，拿这三条卖六百，这三条卖六百啦，咩开两百？我五六面啊，有啥物吃？五百了，八块了，你鲑鱼上来五百了。这三地五百块啊，安尼啦，我就是解啦，这三地一人搁送一地啦，一人搁送一地啦，一卡无两百块啥的，五百了，五百块五百块，嗯，五百了，四地五百块啊，我是嘛贵，哎呀，五百啦，五百块啦，来啦，五百来啦，来一个来。刚有香鱼，今天有香鱼吗？这个是这个宝地啊，这个是这个宝地。这个小地，这个大地，这个大地，这个小地，爱听无？你是相声的，爱听无啦？哎呀，爱食几个啦？哎呀，你赶快爱食八五百啦！这一地、两地、这三地啦，这三地来五百啦，赶快四地来五百啦，人四地来五百好啦，赶快一人四地来五百啦，
啊，四袋五百啦，这五袋五百好啦，这五袋五百啦，啊，一下计这无啊啦，系啦，五百了来五百块啦，五百来，五百来，五百，五百我先来五百。五百，现在五百好无？可以，够五百有人来无？现在刚好香鱼，刚好香鱼。多加点。有想要食透天的无？我只有三个人去。我就三个人去，这小。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有啦，客气。我知影你卖，我讲话，我讲话无紧啊。这小透抽哦，大只的哦，现捞的哦，这完全无甲你发过哦。这小我总共就三个人去，唔免招你买两千啦，千五也免啦。我就三个人去，这小总共就三个人去，你透抽啊，赔一千块啦。看咱哪方？大只的啦，就是讲三个就三个啦。第四个你卖客钱哦来，同款啦，一千块一千块哩，一人三只，一人四只，一千，一人五只哩，一人五只哩，一人五只，一只剩两百块尔，卖一千块啦。一个拢千五啊，六只啦，分落去啊，一千个，一千块一千块哟，套丢下来一千块哟，一千个，七只一千还够无够少啊，大只唔细只哩。大只一只几块？我招两个人骗你嘞，一千了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来，我讲问改啥？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一千，谢谢。这位边子啊，这二来了，三只来了，四只来，五只来了，这五只来了，还一人搁一千来了，大只呀，五只。六只来啦，两个七只来啦，你八只来，搁剩下一千块，一千块，套中搁剩下一千了，套中搁借一届一千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八只就八只，总共来一千了，一只剩一百二十五块，边仔小姐，一只，你两只，你三只，你四只，你五只。这是很夸张哦，跟你讲，六胶来，七胶来，这么胶。那个先帮我把蛋按到两百个啊，先帮我把蛋按到两百个，谢谢各位啦。大只哦来，八只搁一个人起来，一千块，搁一千啥？一千块，一千。我套住搁啥？一千，套住搁一千有无？套住搁一千有无？搁一千有人来无？搁一千有人来无？安尼啦，我阁问一下啦，你若感觉真正一千块就食无遐多，喊我好个，我喊到明年还阁喊袂了哩。安尼我招两个人加一人三只，一人共我四只无卖，你较贵五百块有人来无？五百块，五百有无？你五百有人来无？五百有无？五百，套抽五百，拢有啊，拢有啊，五百拢有啊。好来，谢谢来，无安尼好来，安尼就好来，走。有香鱼无？鬼头刀哦，哎、欸，你是，我有切一块子啊，我放起来这个。哦，上班。对啊，登记啊，我跟你讲，登记嘛做，登记唔免破刀，嘛免靠人，这个等下菜刀了过过，咁我像爱切一块一块等下打针了吃，干煎就很好吃无啊。用迄个铝箔纸，啊个包起来，用了烘也袂歹吼来。这个鬼头刀，你个宜兰那边啊，宜兰那边啊，人讲起做鱼丸好啊，爱食起来啦。你干来偌好？一尾啦，一尾好啦，一尾要甲伊切较好，杀较好啦。像安一尾上届无爱卖你千五噻。虾子啊，虾子，我问一下。物件有轻无轻，你家己看咧。虾子有那边有，可以做生鱼片多，鬼头刀一样。你讲在遐大家拢买就贵啊。你讲，他都卖啊，他都卖海虾。千五块，这边我给你拍破，莫用开千五，我加招一样去，我无给你抬过，你较俗，莫用开千五，互你开千三、千二，免一千块，啥来？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一千有无？这边一千有人来无？一两三四，我招四个人去对啦。要讲我你开啊一千，互你开啊八百啦。
800个不够俗，700、600啥个？600块。即卖600个，佫不够俗。无啊啦，总共4个人去啦，无啊啦，一人买一杯啦，600免，我5免啦，500了，500块了。至少都500块无人来，你好卖啦，紧的来无啦，紧的啦，死念啊你啦，500块啊，500块。这几杯鱼啊，500块买袂到啦，这辈子我钓过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次了，这个今天这一条是公的啦。这鸭嘞真多吃啊，北吧真的好吃啊！我跟你讲哦，这些鱼都是小帅哥的，这不是我的，我今天哦好朋友来帮他的忙，卖500，500买有看回来，我加500，给你买倒回来，400免一句着，等你卖鱼阿萨哩一句着，一句着哦，要吃话啥？这真正的肉足幼哩的北吧哦，白肉鱼哦，白肉鱼哦，300。几头刀吧，我告诉你，费。这位买单呢？我300块，回家那关刀嘞。老板，啊，你个船你继续搞。来，你进会啥？我300好不好？来300。三包不？是买7-8斤啊，几十斤单，买3包不？好不好？揪起来哦，刚刚那个鱼啊，有大有小。我们卖鱼的话，我们讲信用的哦，有的比较小，有的比较大了哦。后边再最后剩只比独家那个比较小一点的，我再上一条你哦，大条加细条，啊，大家无计较，这两条加起来重量跟刚刚那个差不多，还有吗？来上，我最后揪起来，这鱼先多先多到死，这鱼拢用掉的，来，这两个够一个人给，来300。保证先拿好这两条够水的水，还够300，来落过来。规只肉足硬的，你看看这个颜色，外表这个光泽，这鱼叫新鲜啊，这个鱼叫新鲜啊，来300个好不好？这两条才300块钱，来300块钱，够300块银，来落过来，落过来。最好一个人客了哦，最好一个人客，这个吼，这个吼，最后的一个客人哦，啊，刚刚好，这个最小的来，啊，全部拢过一个人客就好来。哎呀，你甲看偌水，规只金菇啦，金菇手抓袂了，来300块钱，来这最后一个3条，这拢去啊，过300块对，过300块对来。左边，哎，左边先我去啊，倒一个左边要买来无啊，倒一个左边要买，你要买哦，哎呀，我甲你讲无啊，这头头七八在度。我跟你讲哦，阿姨啊，这拄啊无啊吼，安尼我跟你讲一下好无？这盘你看好无？这盘是下仔我拄只挑过的，挑过的，挑过的太红盘，啊无要紧，你若卖我，甲你算较俗的，因为这最后我出手尔。这吼，你即摆要叫我替你抬，只买100块，我就无当甲你抬啦吼，因为我是卖无抬。咱跟你讲一下，只买你买无着，这只大尾吼，阿姨我跟你讲一下，250多，这300块的物件，这盘搁250多啦。300分怎么抓？想要搁食啥无？互你点菜，我互你接受，你点菜，互你点一半，互你点一半，想要买三千块啥子？挂餐肉包啊！反正包括挂餐肉走到方便。要刷烟没？
北秋都是在画北秋，北秋大嘞，嘉兴哦。看到一个射点水哦，这点叫做鲨鱼烟，鲨鱼烟它本身它是熟的，就熟的呀，目前已经熟的呀。你等你吼，要安尼吃买晒吃，你不爱吃青青冰冰的就丢了，这熟的。我即马是讲你等你无住客冷冻，它本身目前冷冻的东西。哦，你冰箱摕出来切切的，温瓦沙贝你啷个吃啊？啊，有个人不爱吃冰冰凉凉的，你等下我跟你讲哦，稍微切薄片，切了薄薄啊，炒一撮啦蒜啦，炒蒜苗，炒蒜啦，炒姜啷最好吃的。这伫餐厅啊，几块啊，几块啊？你若有咧洗菜时啊，就知影，这一两啊卖超过20块，一两20块，一斤是卖300二嘞。一包一包14-15两重要到一斤重，这菜车要硬买就对啊，敢那一包行情得300。这叫做沙烟，这完全拢无饲哦。你等下吼，阮花西边就等我吃啊。哦，一般伫个超级市，迄个超级市场，那是日本料理店拢有啦。一包啦300，这两包啊卖偌济？卖600。我讲实在，因为今仔日啊带出来，我替伊卖。这小朋友吼，因为这两三天哦都放假，啊无这小朋友，这个小朋友即马咧喂狗糊，即马咧做兵吼，啊我出来甲帮忙一下，一人买两包，一人买两包。哦，即马咧喂狗糊哦，这咱查甫囝即啉嘛吼。这两包，别讲600，别讲500，这一箱哦，这一箱哦，这边啊，无紧，我甲招掉啊啦，400面哦，300面，我话要不要再来多收就两包头啦，2斤重哦，200。有人来无？这一箱哦，这一箱哦，真正个，这一箱要甲卖落去啊哦，头家无咧看哦，我甲你讲真正的。我即摆手提这包，你即摆有机会落去彰化吼，三明市啊、民权市啊，有人去卖，敢若这包绝对重量就对，绝对超过200块。最后搁一遍，搁陆续10块，腹肚疼啦哈。24、6、7个人客啦哈，买一包啊，送你一包啊，两包啊，卖400、300，拄则讲过啊，200无卖哦，即摆200无爱卖哦，一个人客哦，来卖一个人客哦，200，100啦。两包要到2斤重啦。好啊。这七个人家呢？好啊。对，我再变下你俩，来，都过来。这两包刷烟搁百无？这等下你甲炒蒜啊，做好吃。做好吃。啊，多一个买无少的无？真空包装来来，我提。来，都过来，好啦，我紧来有到。谢谢你。来，再一位。我做，右边来无？我做来，倒过来，我提来。这规包你甲看这颜色。哦，这等下我咧拢，这完全无饲哦，小朋友食嘛好，刷烟啦，刷烟来，先等我一下哦。嗯、好，不要了，接过。啊，礼拜六到日，礼拜六到日，听下嘛，要结婚。过一个哦。来，大家，我大家提我包皮了哦。这一包拢水的，拢水的，重量拢差不多啦吼，来，我等你收你哦，来谢谢你，来，等你收，这等你一个收350来，搁啥货无丢来，较紧的来，卡手较紧的来，还够有无？来百五够有无？包我100来，这个虾好吃啊，哦，这鱼也不是我的，我未做熟的，这等你搁少年的，搁出来卖，搁两包300哦，还够有无？快点还够百五无？你提无着哟？哎呦，老李，你敢带姜啊青？你敢带建和鸡？是哦，这明显的看，够无？你提无着哟？来，我最后我需要你看一届，够你看一届就好啊！哦，我讲真的哦，你这一包哦，你外面买的话，因为它卖很贵，哎，我不买，这你买啊？你注意看一下哦，这完全拢足水的，你甲看一下，这甲搭无褪色去的哦，啊无，不是啊无褪，变蓝是无褪色。来，最后我再问一下，无这手扛起来换行啦吼，来150。完全都是在这边的哦，你特收来拢冰的啊，搁百五无，搁150，2包150，好啊吼，来谢谢来，啊我即摆甲你请教一下，你准备买啥？我肉质来买一下好无？有人要食肉质来无？这肉质来好食，这肉质来吼，大家通通喜欢吃烤肉，只有一天，烤肉只有2天，平常要吃饭，
有人要买肉质啊无？这肉质来当的吼，我今天买的这个肉质是黑乌肉的，黑刀吼，淡刀，疏盐，爱疏盐，爱疏盐。我跟你讲，肉质来你买，就跟你注意听倒啊，听正，咸的到正尔吼。这跟你抬好啊，这个叫做二去啦吼，去腮、去肚，等下大人跟你抬好啊，你等下疏盐无，你真好吃。这肉质啊，菜市啊，鱼价要共买啊，一斤啊，外口卖200、卖300、卖400、500都有啦。这遐大小不等啊，这三只、四只、这五只、六只。这八尾，我讲实在，一只来二十，这八尾啊百人，咱卖啰嗦，这肉质啊我拢照本钱咧卖尔，卖100块，